表妹，啊，唐吉，你怎么哭了？表妹，不知道谁偷了我的充气娃娃了。哎，我操！这什么玩意儿？充气娃娃？谁呀？你不管，反正你知不知道是谁偷的，告诉我。我今天早上好像看到六六在你房间鬼鬼祟祟的哦。喂，哎呀！这什么玩意儿？希望了。六六，你快点把充气娃娃还给我。轮到你，用完了。我看看，你都用烂了，我还用个娃娃？表妹，六六都把我的充气娃娃用坏了，你买一个给我。滚！